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，给我珍贵的一分钟的时间。我是原住民第三选区的代表参选人林大峰。法给法给塞里嘎嘎，吉祥嘎嘎，阿嘎多嘎巴万，好，好，哎，选一号林大峰，好，我会让我的族人有重返荣耀。选一号林大峰，我会让我的族人。年轻族人能够重返荣耀，选一号林大峰，我会让我的族人年轻族人能够回到我们的部落，重视我们的建设。选择一号林大峰，我会让我们的年轻族人能够安心的工作，能够放心的去工作，然后安心安定家庭。来。时间太紧迫了，谢谢，这样就对了。